现在宣布，杨小渡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。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小渡宣誓。 请宣誓。我宣誓，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维护宪法权威，履行法定职责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尽职守，廉洁奉公，接受人民监督，为建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。宣誓人杨小渡。